话吗？哦，不要勉强，尽量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场面。哎，是一个很瘦的男人，30多岁吧，凄凉。红色摩托车，摩托车，你看，是这个人吗？不好说，有点像。抢我的人，脸上有胡子。这几天你有被跟踪的感觉吗？没有。我也不会这么不小心。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可疑迹象？摩托车是红色，我的钱袋是黄颜色的，牛皮纸袋，就是银行装钱的那种。我里面装着25万的现金。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胡志军易容了？不一定，我们手上的照片都是5年前的照片。如果一个人5年没见面，辨认起来肯定很困难。况且，如果他戴了帽子或者粘胡子什么的，那么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截然不同。那我们的通缉令岂不是没有作用？啊，总比没有强吧。哎，接到什么举报了吗？还没有。张贴的通缉令呢，很少有人看，报纸可能明天才能看到。所以，今天晚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夜，千万不能松懈。放心吧，想往外跑，比登天还难。我还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什么？胡志军在下手之前，总要进行缜密的跟踪计划，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这段时间胡志军在奇木市的话，那么我们的零点汇报怎么连一点记载都没有了？是啊，哎，我也想不通，他总不能化妆成乞丐什么的睡在立交桥底下吧？建峰，嗯，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哈。说吧。其实啊，我们的零点制度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密或者说完美。知道，零点制度是我的主意，我又不是傻子。我在制定之初啊，就知道它的缺陷和死角。但是我也同样知道，那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所能尽的最大努力。老周，你想想，当时的我们，或者说现在的我们，所能采取的措施，除了零点制度之外，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明白，不管他完美与否，反正我问心无愧。新情况？什么？胡志军丢的摩托车已经被找到了。能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吗？现在还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辆摩托车是个旧的，最近也没有丢失摩托车的报案记录，所以我决定让人带着车到二手市场去转转，看能不能找到有关的信息。碰运气，试试看吧，说不定对案子会有帮助的。这车是你的？这车明明是我刚卖出那辆的。认识这车？那废话，这车本来就是我的，我刚卖出去。你卖给谁了？你管我卖给谁啊？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我是警察，跟我走一趟。我卖出去的人是个男的，大大的眼睛，个儿挺高，是个中年人。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了。你看看，是这个人吗？对，应该是这个人。他在哪儿啊？啊？问你他在哪儿？警方，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他什么时候找到你的？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前吧。多少钱？您看着给，这样，3000块，2000，这样，我们一人让一点，2500，可以了吧？2000，哎，你总得让我赚一点啊！我只能出这个价了，2000块钱。好，2000就2000。他跟你说过，他住在什么地方吗？好像是住在二手市场那一带。我这车啊，得你给我找个地方存着。那你家住哪儿啊？附近。他每天都到你们家去存车吗？他自从买了我的车以后，他天天早上去取，然后下午就送回来，还挺准时的。不过他昨天取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行了，你可以回去了，不过你要随叫随到。明白了。怎么摊上这种事？喂，是我。把重点搜查范围放在二手车市场附近，这个地区要加大力度。建芳，哎，胡志军在买车的时候跟小贩如此讨价还价，这说明他已经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了。嗯，没错。所以啊，他租的房子也不会什么好房子，月租肯定在500块钱以下。重点的搜查范围应该定在那些低级的招待所和地下室上。还有，他为什么要坚持把车存在卖车人的家里？他可能是想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住处，或者说他认为这样做会增加我们的破案难度。哼，反正他的许多举动我们也说不上他是聪明还是愚蠢。这点我同意，他在岛会市场守株待兔，分段跟踪，其实他有更好的办法，为什么不用？就跟我们一样，这些年你说我们到底是聪明还是愚蠢？是执着。
佳佳吗？老虎，怎么样了？生意还顺利吗？当然，很顺利。心情怎么样？不郁闷了吧？没事啊，我觉得现在很轻松。那就好。哎，其实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心情好最重要了。没错，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佳佳，我这次回来，咱们就搬家吧。什么？你怎么还说这个呀？真的，咱们搬家吧，带着咱们儿子回我的老家。你为什么总要回老家呢？我觉得现在很累。你回老家就不累了？不会，回到老家就什么都好了。你老家到底什么样啊？很美。你们老家总不会比这儿还美吧？真的很美，而且很安静。老虎，我同意了。真的？嗯，你跟我说过，你回老家就不会再跑生意了。是的。儿子呢？我想跟儿子说话。儿子已经睡着了，要不然我叫醒他。不用了，让他睡吧。对，我累得不行了。那你早点睡吧，我也睡了。睡吧，晚安。来，陈建峰，子弹比对结果怎么样？确实是胡志军没错。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这和我们分析的一样。辛苦了啊。喂，我陈建峰。机场、公路、车站，都有消息报上来吗？还没有。你们一定要严防死守，加把劲儿，绝不能把胡志军放出七步市。好。喂，我陈建峰。搜捕情况怎么样？不是规定了你们重点搜捕范围吗？那要等明天。你们一定要加快速度，抓紧时间。要干的是掉脑袋的事儿，谁要舍不得命，现在退出还来得及。说什么呢，军哥？兄弟，我可是打定主意跟你出生入死的。于杰，你呢？当然，当然了，当然，都到这个地步了吗？
凶化吉的大运，一心大运，一心大运。再来，哎，好，坐坐坐坐坐。最近有没有人在你们这儿联系过租房的事情？有个几个，都没谈成。哎呀，这家公司也干不了几天了。你见过这个人没有？哎，不知道不知道。那个总经理出差了，我天天这儿看家，啊，每天也没见着几个人。问我，你要真是问错。见没见过？痛快点！问你话呢，到底怎么了？见没见过？好像是见过，不过这事跟我没关系啊，这是。陈队，现场在什么地方？在里边。什么线索吗？有，这是刚发现的。建芳，你看，可能是这儿。抢劫之后他还回来过。当事人呢？在外面。就是他。是。你是经理。对。你看过他的身份证吗？没有。他说他姓刘。别紧张，他一直住这儿吗？哎，对对对，他是一个星期前过来的，一直住这儿。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下午。哎，你为什么不向派出所登记外来人口？啊，说。不是这样的，那个是我们总经理的办公室。我想，如果不登记的话，我可以赚300块钱。你为了300块钱，你他妈就骗警察？300块，就300块，啊！我用了3年的心血，你知道我们局里边为了零点计划用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这我不知道啊。我你放了一个 A 级的通缉犯，六条人命，你怎么负这个责任？啊！哎呀，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完了！我放走一个 A 级通缉犯，我负什么法律责任呢？枪毙！啊！你先回去吧，这儿交给我。这个混蛋！哎，你们俩出去，把门带上。
不要这么紧张。陈队是吓唬你，你的罪过没那么严重。这是真的吗？那你得给我做主啊。没有什么做主不做主的，只要你啊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说实话，配合我们的工作，知道吗？知道知道。你说你昨天下午见过胡志军？没错，昨天下午他突然回来了，前天晚上他也没回来，今天早上我以为他还在，实际上他已经跑了。而且哎呀，我说的太乱了，你听明白了吗？你是说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每天早上出去下午回来，但是自从前天早上走了以后，昨天下午才回来，回来以后什么时候离开的你不知道？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胡志军平时在这儿都干了些什么？他说是做生意的，具体什么事情我也没问，再说他也不愿意跟我讲。没跟警察说实话是他指使的吗？这个不是，是我擅自决定的。你知道你耽误我们多大的事吗？哎呦，我错了，我真没想到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实施的计划却败在你这个贪小便宜的人手里。哎呦，我真的错了。我你知道你最大的错是什么？如果你跟民警说了实话，胡志军落网了，国家就会奖励你5万块钱，你知道吗？哎呦，我不敢再要钱了，不要枪毙我就行，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了。我马上给我全城搜捕，不够从其他地方给我调，干部也好干警也好，全部上去搜捕，把通缉令贴遍每个角落，问到每个市民，挖地3尺找到胡志军。有消息吗？消息没有。那个中介公司的混蛋呢？啊，回去了，估计现在正在起草辞职报告。不能这么便宜他！你站住！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去揍他？我教育教育他什么叫诚实！你别冲动！你看你身上这套警服，你别忘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都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是个警察，我是个警察，我是个抓不到罪犯的。这也不是你的风格，现在我们也不是认输的时候。我知道，可真正的胡志军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们已经在全城的范围内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按理说他应该出来了。建芳，来坐下。建芳，咱们俩现在都需要冷静，冷静下来好好的想想，还有哪些是我们搜查的死角。
来听。需要什么酒水？洋酒哈，威士忌今天吗？行。公共场所、公共娱乐场所、饭店、酒吧、夜总会，这几个地方都是我们很难进入调查的。胡世军既然离开了自己的住处，肯定不会在大街上游荡，他一定会找一个人又多又杂的地方才行。对呀，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喂，我是陈建峰，马上组织人手搜查全市的娱乐场所，尤其是人员密集并且管理混乱的地方，对酒吧、夜总会要严查。老板，老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查好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不是，你就给我查下去，告诉他们老板让他停业，警察要办案，有什么事我顶着。什么？你哪那么多废话啊？为什么不能？我今天非要让全市的娱乐场所都停业，就这么办。我就不信抓不到胡志军。警察，你别太着急了，你看你现在哪儿像个大名鼎鼎的陈建峰？我不能再等了，我现在就去查。等等，你考虑一下，全市这么多酒吧夜总会，你从哪一家查起？从最大的开始查。我喜欢你这种果断，都是他逼出来的。这完了，他要去下个酒吧。陈队、周队，他们俩说见过胡志军。你们俩见过相片上这人？对啊，没有。怎么回事？
我觉得挺像的，他刚刚还在这儿，可你们一来他好像走了。我觉得不太像，那个人戴个眼镜还有胡子，根本不像照片上这个人。咦，照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有点不像。哎，本来就不像。你们到底能不能说明白一点，是还是不是？两个大胡人连个相片认不出来。健康别着急，这样把他们带回局里。啊，为什么？您不要着急，带回局里做个模拟投降辨认。是，希望你们两个支持我们的工作，好吗？戴总，走，配合一下吧。你们看见过那个人，跟他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他好像戴了眼镜。哎，鼻子挺像的，嘴上面有胡子。哎呀，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你想想，刚才在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他得有什么表现？他也没什么过分的举动，就是和我们喝喝酒说说话。哦，还有他给了我们双份的钱，出手挺大方的。那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要说他不对劲，他一个劲的问我关于我老家的消息。你是说胡志军一直在向他打听家乡的情况？对呀，我们基本上一直在聊这些事情。好，那你说具体点。哎，你们俩是本地的吗？是啊。我怎么看着不像啊？其实我们是旁边警镇的。警镇？就是我们秦牧师旁边。嗯。哦，那地方怎么样？我们那儿可好了，我们那儿山水可好，现在是有名的旅游区。我今天早上从家里回来的时候，去那旅的人多死了，火车呀挤死人了。你早上还进了城啊？对啊，我每周都会回去看看的。哎，你们那儿是旅游景点，那火车站、汽车站人都挤满了。对呀，老板，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哎，一路上警察多吗？警察？没有啊。哦，你说的是出城的高速公路吧？好像出去是有蛮多警察的，好像出了什么案子。但是回来的路上就没人管了。是吗？是啊。怎么了？老板，你来这儿花钱就是和我们聊这些呀。来来来，咱们喝酒吧。哎，好，喝酒喝酒。来，干了干。好吧，那就这样。小倩，把他送回去。好的，走吧。老周，胡志军跑了。你也知道了。喂，我是陈建峰，马上离开被封锁的出城路线。我们之前只封锁了离开齐木市的路线，现在看来是有漏洞的。我们忽略了向纵深处发展的可能，马上封锁汽车站。别急，亡羊补牢吧。老周，我怎么这么没用啊？啊，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想到呢？建芳，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马上去警镇，我们要尽力的缩短和胡志军的距离。
火车站和汽车站你们都查了吗？我们已经派人去了，火车站和汽车站我们全部派了人，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监控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那就多谢了。由锦镇太老人江的配1094列车即将发车，请各位旅客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上车。由锦镇太老人江的配1094列车即将发车，请各位旅客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上车。赵，有消息吗？这个镇地方不大，估计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查个底儿朝天，所以胡志军不可能傻到在这里潜伏下来吧。从这里离开的渠道都已经派人驻守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胡志军现在还到底在不在我们积木市。当然，最坏的情况是，他已经跑了。到了吗？下车了，我们要开了。再去看一眼吧。走，走吧。起风雨。